曾毅，他妈一个人喝酒啊？曾颖啊，他一回房间就用被子把自己给蒙起来，大概这就是少女怀春。<笑>我妹，毕竟没有谈过恋爱，突然拥有在两个男人之间呢，小鹿乱撞是可以理解。太缺乏经验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